안녕，我系 Mira。咁今晚咧，因为有少少嘢仲要出去啦，咁顺便咧就会食埋个饭翻嚟嘅。咁所以而家咧就要快速咁样化个妆先。咁我而家咧已经系上咗底妆嘅状态啦。咁我知道咧，应该有好多人都有睇到《夫妇的世界》。定係夫妻的世界，咁雖然大家睇到呢條片嘅時候，應該已經係大結局咗噶啦。咁裏面個小三咧，之前佢用嘅化妝品係勁俾人大推咯，所以我都買咗翻嚟。咁所以而家就要嚟開箱佢用嘅個 product 啦。雖然我知道有啲遲啦，其實我應該再早少少做嘅，但係係咯，就一路咁樣吞到而家。咁首先咧就要嚟開箱呢一個 Pro Egg Chongdam 嘅呢一個眉粉。咁呢個 brand 咧係有不少韓國嘅專業頂級化妝師啦，都好中意用。咁我之前都有用過。一啲都系话好多星级化妆师会用嘅一啲牌子，咁我觉得真系几好用嘅，咁所以我相信佢应该唔会令我失望。打开里面咧就系、是、咁样，见到有两组啦，呢一组系比较偏暖少少嘅啡色，呢一组系比较偏冷少少嘅。好似话香港系未有得卖呢个牌子，所以咧等我嚟为大家测试一下。平时我就唔太中意用佢内附呢啲组嘅，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佢個刷毛好軟啊，幾好滑喎、啊！佢係幾顯色，但係咧唔會太深色，即係你唔會一下，譬如你唔小心錯手嘅時候，你會挽救唔翻咯。佢呢個我覺得新手都可以幾好用，有滑同冇滑。呢、這個就係之前自己收嚟嘅時候唔小心啊。不過其實我覺得咧用呢一個唔太就手，我用翻我自己嗰個。但係咧用眉粉真係易滑好多咯。因为眉粉本身咧，佢系比较柔和啲，唔似笔咁样。不过我自己其实都系中意用眉粉多啲，我觉得几好用喎。如果有机会嘅话，可以试下。之前冇话特别用开边只，我系有 Can Make 同埋 Innisfree 咯。但我觉得粉嘅仔细度嚟讲咧，佢真系 very good。我本身啲头发咧，本身啲毛咧，真系好深色。好，咁而家就。一致咗啦，咁嚟咗我就求其我拣咗 coat 呢只嚟用，佢系 light brown， 然之后阴影咧就要用我哋嘅国民阴影粉，因为真系几乎冇韩妹系冇用过呢个阴影粉，所以佢绝对可以被称为国民阴影粉。光影。用色嘛，好，跟住就系眼影嘅部分啦。咁我得讲咧系用呢、這个，用呢个 Jenny House， 听过好多次啦，但系又一路都未试过佢哋嘅化妆品。哇，超靓，佢里面系玫瑰咯。呢个系 Ginger Brown， 哇，我真系好耐冇试过化淡妆同埋用单色嘅眼影，好浅色。哇，真的好浅色，但系嗰啲粉都挺顺滑噶，唔怪我就系咁浅色，我化都等于冇化啊嘛。呢个时候我决定要拎一个比较细头少少嘅扫，我觉得我今日个黑眼圈有啲大，遮遮黑眼圈先。其实近排我都好少用遮瑕膏去遮黑眼圈，因为我觉得我用个粉底都有足够嘅遮瑕力，但可能我今日唔够粉。遮住黑眼圈之后，眼影颜色即刻凸显咗出嚟。果然女演员真系女演员。韩国嘅女演员咧，通常佢哋块面、佢哋个妆系冇乜颜色，系一个好自然，但系佢哋喺镜头面前都劲靓咯。暂时对于呢一个眼影冇乜特别嘅 comment， 我觉得佢正常，跟住啲粉都几幼细嘅，而家就差在佢嘅持久度够唔够好啦。然之后因为想个妆更加自然啲啦，所以就用 Cleo 嘅。Pencil eyeliner， 好，然之后眼睫毛都系用翻啡色嘅呢个 Kiss Me， 跟住佢嘅胭脂咧就系、是、用 Stila 嘅，但系韩国先有嘅 Blooming Soul。哦，原来佢系偏紫色噶，咁用 Stila 嘅话咧，我冇用过其他 product， 我净系用过佢哋呢一种 glitter。咁我系觉得几好用嘅，睇下佢上色度系如何，唔知道上块面会点，劲飞粉喎、
佢想塊面又唔係太紫色喎，我覺得。哇！但係佢啲粉飛到咁樣，我唔係好中意。上到塊面，我覺得係一個好自然嘅顏色。啊，唔知係咪因為我自己平時化開濃妝，我所有顏色都好深色啦。我而家我就覺得好自然咯。好，跟然之後咧就係唇膏嘅部分啦。咁喺劇入面咧，阿老婆咧見到啲唇膏仲唔知道係個小三，而係相信咗老公嘅謊言。打開裡面係黑色噶啦，其實佢唔係唇膏嚟嘅，佢係一支有色嘅潤唇膏。佢韓文叫做 Sierra。佢比我想象中深色，佢有兩隻色，特登買深色嗰隻，呢個係 Jealousy Red。擦一陣，有分別啊？少少分別。佢有陣薄荷香味喎，而家個嘴都 feel 到有少少薄荷喎，涼涼地咁樣。佢比我想象中顯色，因為有色嘅潤唇膏通常佢都唔會話好紅，通常係會令你覺得啊睇落去有氣色咁，都似唇膏喎。因為佢好水潤咯，所以你會覺得成個嘴唇好豐滿。我覺得以後出門口可以就咁帶呢支，因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係一個極度需要潤唇膏，係24小時都需要搽潤唇膏嘅人嚟嘅。我覺得超有驚喜咯，我應該會好成日帶佢出街，我陣間就帶佢出街。哇，今日個妝真係好淡。好咁呢，若打姜嘅夫妇的世界，夫妻的世界嘅化妆品呢就开箱完毕啦。咁而家呢就要出门口顺便测试下各样产品嘅持妆度系如何。我俾你睇啲嘢啊。点睇？唔系啊，你睇我啊。你觉得有冇咩唔同啊？搽唇膏。哇。换咗发型。发型系换咗。即系收咗。未瘦，就嚟瘦。我頭先咪同你講咗，我同你講答案噶。打咗煲糖。唔係啊。飄下。美容嘢嚟嘅。我啱啱喺屋企發生咗呢件事，我開過好冇？哇！我平時化嘅妝，你唔覺得深色啲、濃啲嘅咩？紅啲嘅咩？你唔覺得我今日淡妝？有冇馬後炮啦？我覺得同相裏邊唔同，因為相係化得深。但我平時見你，我係都係。深色噶，即系食嘢唔计啦，食嘢就冇晒唇膏啦。因为我少咗食嘢。啊，好无奈，女仔一定会睇得出，我想讲。你算吧啦，你都望唔出有乜分别。见到嗰啲皮肤嗰啲光泽。拜拜啦，我冇变呢样嘢，系呢个系一样噶。你话派生有啲咩新嘢啊？系咪呢啲啊？你话？系啊，呢啲又系其中之一啦。韩国嘢食嗰个。有嗰个。呢间嚟噶。哇，係喎 ，close 咗喎！星期六日唔可以過嚟食嘢。你會唔會想食竹篙麵啊？竹山麵。我呢個 set to， 係咪？空肚飲就會醉。商場有咩分別先？係東東中國嗰啲差異。佢幾時嚟噶？頭先。呢個係攞嚟點樣食噶？包一齊食，因為佢有甜味嘅。你而家食少少啊！超中意佢，佢仲要用酒杯咁樣。因為它可以解辣，你就咁食或者你深咁樣食，或者陣間如果我哋嗌炒飯嘅話，就可以一起嚟估價咯。其實話冇咁容易醉啫嘛，呢、這個呢個是佢嗰個空中住啊，佢麥多利差異好。始終韓國好似係你。啊，你最近過得點啊？你我覺得你個表精神過上次嗰邊，已經有效果。我係講真的，我唔係特登氹你開心。你知道我係，如果嗰條友樣衰，我就會話佢樣衰噶。精神呢樣嘢係好睇你夠唔夠瞓嗰啲噶嘛？咁我可能冇夠瞓咧，鬥唔夠瞓咯。咁我琴日係我天光先瞓，然之後12點就起咗身。我個 sofa 嚟因為我琴晚喺度狂執，跟住個 sofa 嚟之後又喺度狂執。我覺得化妝可能今日個妝化得好。可能係個淡妝。算了哇，好啊！唔好忘記呢樣嘢。我覺得韓國料理嚟講咧，竹篙麵係我其中一個幾中意食嘅。嗯。但係因為係有奶茶嚟嘅關係咯，揀食一嚿冇奶茶嚟嘅，你會覺得分別差好大。係咪咁樣？呢個好味啲，呢個要點埋埋喎？一齊。好咁咧，啱啱出咗街大概6個鐘度啦，咁。
看看個持妝度是如何。眉毛基本上咧係冇乜點甩，但係因為平時其實我都唔會特登點我條眉啦，所以眉毛部分咧就係睇頭先畫嘅時候順唔順畫啦，畫嘅時候容唔容易控制啊嗰啲啦。咁然之後眼影嘅部分咧，眼影基本上眼角係冇乜點樣出過油咯。我覺得個控油幾好，因為其實今日咧係有落過雨啦，個天係陰陰地、濕濕地咁樣嘅，眼影基本上冇甩到啦。然之後胭脂咧，咁因為我有戴口罩啦，好似有甩到少少，因為同我頭先上妝嘅時候咧，有啲啲分別。雖然可能大家喺鏡頭面前唔係好覺眼啦，但係我而家咁樣睇咧，我覺得係有少少分別嘅，甩咗少少嘅。咁而嘴嘅話咧，我覺得真係要大推呢一支潤唇膏，因為首先佢係有潤唇膏嘅嗰只滋潤度啦，所以需要安全感嘅我係非常之覺得安全嘅。第二就係我覺得佢嘅顏色咧，基本上咧佢仲深色過一啲淺色嘅唇膏，即係如果唔同大家講嘅話，大家應該都唔會覺得呢一隻係潤唇膏咯。所以四樣嘢裡面咧，我自己是最喜歡這一支小三唇膏，之後應該真的會很經常拿它出街。然後大家有沒有發覺劉海是忽然間很翹啦，因為它生到某個長度的時候，加上今天下雨，所以很容易它就攣起啦。所以現在我要來呢自己剪刘海，咁我剪刘海咧，我会有一啲技巧咯。之前好似都同大家分享过我系点样剪刘海嘅，咁而家就再剪多次俾大家睇。我就非常之建议大家系洗完头先做呢个动作，但系因为本人我已经剪过自己刘海好多次，所以我大概知道我自己刘海系要点样剪啦。虽然而家系少弯，但系咧我都可以直接地进行。而家我啲刘海咧系已经过晒眼啦，劲吉眼啦。咁我系要剪空气刘海嘅，所以我净会拎呢一执仔，通常我就会一嘢咁样就剪落嚟噶啦。啱啱眼角嘅呢个位咁样剪，因为咧当佢有弧度嘅时候咧，佢就会直接去到啱啱好遮眼眉嘅呢个位，然后就可以去收旁边嘅呢啲啦。基本上就得啦，基本上我只是剪了一刀就已经变回做这个空气刘海。因为本身之前剪头发的时候呢，发型师都是帮我剪空气刘海，所以我两边的头发是够长。平时大家是可能会再卷刘海的话，预多大概 0.5cm 左右，那你之后会夹刘海的时候呢，那个弧度就会撑起头发嘛，那头发就会再短一点。但是因为我呢，其实我不是成日夹刘海的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刘海太长，因为我成日觉得吉眼很不舒服。我都看惯了我有平音刘海的这个样子。我见大家咧话我直头发嘅时候个样睇落去后生啲，同埋咧我见到有留言话咧，我而家呢个发型好似我啱啱开始做 YouTube 嘅时候嘅嗰个短发，有少少似。其实我刘海已经 keep 咗好多年，因为冇刘海我觉得好唔舒服，好冇安全感。我呢个人好缺乏安全感。偷偷地同大家讲个秘密，就系点解我咁多年嚟都好似都主要系挛发嘅造型，就系因为咧我头发太傷了，所以我是不太怎樣整到直髮的。因為整直髮的時候我需要找直髮夾去夾嘛，但夾來夾去其實都不會覺得頭髮很順滑，所以我就只好用一個卷髮的形象去試人了。雖然現在看下去好像頭髮很順滑這樣，這個絕對是假象，因為我覺得可能是今天空氣很潮濕，所以剛才出了陣街它就將頭髮都變潮濕了。咁咧，而家摸落去系顺滑，同埋头发唔会话真系好爆炸，都算系顺滑，系啦。咁但系呢一个现象咧，就唔系成日喺我身上可以出现到，所以我而家见到我觉得有少少开心。系啦，咁藉住呢个做运动嘅机会，等头发生得快啲，咁我就可以快啲将健康嘅头发留出嚟。咁睇下之后第日有冇机会再整下长直发俾大家睇啦。咁好啦，今日呢个 vlog 咧就到呢边啦，我哋喺下条日常片度再见啦，多谢大家收睇。Bye!